离章捕获的巨大章鱼，让李瑞镇好生羡慕。迫不及待想捕鱼的他们，竟陷入时间激战。Maximum 한시간。아이거짬뽕국물아니야그러면다섯시眼看时光飞逝，감독님저희오늘낚시못가요네가이렇게늦게한다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一日三餐。